手，甲骨文字形冠中的手，像五指伸张的样子。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，人的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人的手造出了石刀，人类开始使用工具。人的手制作出弓箭，人类进入狩猎时代。人的手造出锄头，人类进入农耕时代。人的手造出机器，人类进入工业时代。今天，人的手指更重要了。操作计算机需要灵巧的手，玩电子游戏也需要灵巧的手，发短信也是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里，手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。音乐家的手弹出美妙的音乐，美术家的手画出了惟妙惟肖的图画，书法家的手写出了刚劲有力的字。这是爸爸的手，这是妈妈的手，这是工人辛苦的手，这是农民伯伯的手，这是医生的手，这是我们的手。手不仅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还可以感知出物体的冷、热、软、硬、光滑、粗糙等属性，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身体部件之一。师傅，我们女人啊，最爱洗手了，能不能先讲讲女人的手了？请看，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因此肌肤不能外露。对于身材的考量，古人不是那么敏感。古代女人能够露在外面的，除了脸，大概就是手了。所以我们这些美女最注重手啦。我妈妈手多美呢。古人对手的美也有衡量标准。孔雀东南飞写道，指如削葱根，形容女子的手指纤细洁白，像尖尖洁白的葱根。那我们都拿不出手。古代有条件保养手的女人，非富即贵，大部分女性在耕田种地洗衣做饭，哪来的时间和条件？说的也是，端庄智慧就是美。陈书记载了一位女人叫张耀儿。张耀儿，南北朝时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的皇后，善谋略，上节俭。陈书记载他手爪长五寸，色鬓红白。这双动人的手几乎主宰了陈霸先之后的整个陈王朝的命运，决定了陈王朝的历史走向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中，张耀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聪慧型女性政治家。手有五寸长，那得多长啊？按两进时尺寸换算，一寸相当于现在的2.42公分，五寸便有了12公分长。那也太长了，肯定算了指甲。没错，手爪是两个词，指手和指甲。千万不能叫女孩子手叫爪。老婆，你的爪子好美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爪。提问。回答。拱手之礼是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？右手。请看答案。这是因为古人一般多使用右手来持兵器，用左手压住右手，则象征或表达古人热爱和平的意愿。古人出席葬礼时，可是右手压住左手，所以千万别搞错了。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知道，还有手势。手势是人类最早使用的，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的一种交际方式，人类表情达意最有力的手段。这是安静的手势，这是暂停的手势，这是无可奈何的手势，这是
表达爱心的手势。有些手势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。在很多国家这是干得好，在美国是搭便车，在希腊俄罗斯是够了走开的意思，在中国这是宣誓和加油的意思，在美国的这是好运的意思，在中国这表示动脑筋的意思，在德国这表示荒唐的意思，在中国这是让市里人过来一下，在北美是照顾动物的，这是中国表示数字的手势一，这是英语国家表示数字的手势一。一双手能比划出这么多的文章啊，这就是人类聪明的智慧，厉害。古人非常重视手的礼仪，俗话说心有所思手有所指，手抚是爱，手捧是敬，手指是怒，握手是团结，拍手是称赞，招手是致意，挥手是告别，而表示帅气也可用手。哇，好帅！哎，庄重，庄重，下去，下去。如果要总结手的作用，为时以为也就两个动作，去掉，拿起，放下。人生很多烦恼在于你抓得太多，放下就轻松多了。谢谢师傅教导。补充一句，有些东西要放手，有些东西不要伸手。今天的中华文明之美就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请收看脚。明天19:30，请继续收看中华文明之美。香裙下三寸金莲，云鬓中两行翠峰。睡前泡泡脚，睡觉没烦恼。